同学们，下面呢，我们来具体练习蹬地的方法。前面我们练习了蹬地的结构，知道往什么方向蹬了，怎么用力了。但是具体的方法呢，轮滑这个蹬地它有自己的特点呢。蹬地具体方法呢，就是蹬地速度快，蹬地有弹性，啊，四跳飞跳蹬，这是轮滑蹬地的特点和它的特殊的技术方法和咱们练习的方法，就是这种蹬法啊。四个轮同时着地，蹬地速度快，蹬地有弹性，啊，四跳飞跳蹬，就这么一种形象，啊，我来做个示范，你们去看一下子啊，大，就这么个动作，啊，大，啊，大，是这么个动作哈，大，啊，你们原地来体会一下这个动作啊，蹬地有弹性，哎，四跳飞跳蹬，大，大。哎，这是蹬的具体方法，你们站侧一点，我在滑行当中来给你们做一下这个动作，你们看一下啊，一会儿你们的每个人都要来具体做这个动作啊，这么蹬啊，啊，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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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。看着没有？看着没有？四跳飞跳蹬，蹬地速度快，啊，蹬地有弹性，蹬完马上我这个腿就放松了，哎，蹬地有速度，蹬地有弹性，好，先体会体会这个要领啊，哎，好，蹬地有弹性。哎，他的动作有点太大了啊，就变成跳了，不是跳，啊，像跳又不是跳，找准这个界限，蹬地要有速度有弹性，哎，蹬地有速度有弹性，好，停着，蹬地有速度有弹性，大，跳侧后蹬，有弹性，哎。哎，蹬地有弹性，蹬地有弹性，好，体会这个有弹性动作啊，摆臂做弹性动作，蹬地速度快，蹬地有弹性，哎，好，要求有节奏，蹬地速度快，有弹性。哎，他这个蹬地太紧张，腿没靠上，啊。来个。哎，看看摄像群坐着啊，他坐的稍微好一些啊。来，你上来走，你们搁这看着，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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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个蹬地就有点弹性比较明显了。哎，好，有弹性，哎。看到没有？这个蹬地的时候啊，轮滑蹬地的特点，它不同于这个滑冰啊。滑冰蹬地比较慢，咱这个要求蹬地快啊，因为它是轮是转的，你要蹬慢了吧，摩擦力就加大了啊。这个你过来，刚才盛元春蹬的这个动作啊，蹬完了以后腿呢搭就完了，有点弹性，啪就弹回来了啊。蹬地这个搭就结束了啊，发力快，有弹性，啪似跳非跳的看着，但是从外观看呢，看不出来是跳。要看那就不对了，滑行哪有跳啊，就不是跳，但是呢这个动作必须得有弹性，啪就完了，啪就完了，自己再体会一遍，哎，走，自己再体会体会，不能看出是跳，哎，反应要快，哎，注意蹬法，注意蹬法，好。下坡可以产生更高的速度，
但许多事故都是因为轮滑者对下坡滑行潜在的危险不够重视引起的。有资料表明，从倾斜度15度的斜坡向下滑，轮滑者最高可以达到110公里的时速。任何人以这种速度滑行，都是一种危险而刺激的赌博。咱们重点来学什么呢？来学习这个收腿，咋收？蹬完了以后这个腿咋收啊？有的呢同学那腿是这么收的，有的呢是这么收的啊，有的是这么收的。这个收腿吧，它是由呢整个技术组成的，就是咱人走道似的啊，就像迈步似的。你看这不是有左一步右一步吗？这一蹬一收，它是这么组成的，这么一个周期动作。所以会蹬呢你还得会收。其实这个收腿呢，也就是呢处理扶腿一个技术要领。这是支撑腿，这不在滑行支撑腿吗？这个腿蹬完了，这就变成扶腿了。扶腿呢它就是一个收腿的过程了。这个收腿呢有那么三个过程啊，蹬地结束啊，就是开始收腿，哎，开始咋收啊，收的方法，开始怎么收。收完了过程当中呢，就是在这过程完回摆的过程，它一个回摆的过程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呢就是着地过程。基本的要领说法呢，就是呢你怎么蹬出去的，这条腿你怎么把它收回来，我的腿怎么蹬出去的，哎，我就怎么把它拿回来啊，咋蹬出去咋拿回来啊。拿回来的要领就是呢借助蹬地的结束动作的反弹力量啊，借助你蹬地的结束的反弹力量顺势而带啊，啪是这么上来的啊，啪既是结束动作又是你收腿动作的开始啊，既是结束动作又是你收腿动作的开始。所以这条腿呢，这就是收法的第一个方法啊，一定要记住，借助蹬地的反弹力量和反作用力顺势这么一带啊，关节立即放松，放松以后呢腿就摆回来了，摆回来了啊，而且肌肉呢放松了，放松过程当中呢不就休息了吗，是吧？这就是蹬地的主要的原理、方法、任务，自己去体会。哎，稍微轻轻给它啪一点，腿就靠回来了。哎，轻轻一点腿就靠回来。哎，往里面坐。哎，轻轻一点立即靠回来。哎，劲儿不要太大，轻轻的大一点，大一点就靠回来。蹬地呢它是一举两用的啊，既是结束又是收。哎，这个哎稍微有点了，哎，再做放松一些正好。别使劲儿，你使劲儿太大了就变成蹬了，我重点就让你体会收法。哎，轻轻的，越轻越好，轻轻的啪啪啪，哎，把那腿如何把这种反作用力带回来的，轻轻的带。哎，找这种感觉啊，劲儿不要太大，你大了变成蹬了，立即放松。走，立即放松。直到滑行收腿方法的练习，主要是使练习者体会蹬地结束以后扶腿利用反弹力量顺势而带，找到既是蹬地动作的结束又是收腿动作开始的要领，使扶腿在蹬地后迅速充分的放松。下边呢练习呢第二个动作，收完以后这个腿怎么办呢？得靠在哪儿啊？利用这个反作用力把腿带回来以后，是吧？是大腿靠沿，膝盖靠沿，两条这个轮鞋要靠沿，你看呢靠到这个程度，看到靠到这个程度，回来以后膝盖靠，脚底靠，靠沿了啊，这个脚尖呢在这个脚窝这个位置上，这个位置啊，我来做一个示范动作，你们看一下啊，是这么个动作啊，大靠沿，大靠沿，大靠沿，
啊，可言，看看，大腿靠，膝盖靠，两个轮穴靠沿，扶腿，收腿的扶腿的轮穴的那个第一个轮的前轮，是吧？轻轻的着地和这个支撑腿的脚窝的位置上来靠沿，看看这个位置，啊，这位置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扶你一下啊，这个腿这不蹬完了吗？是吧？蹬完以后靠来靠回，看见没？大腿靠上了吧？这个脚尖和这个脚窝在这位置上，啊，这么放，啊，这么放，轻轻的，前轮着地，开始着地，这么着，啊，这么靠的，这是第二个动作。扶腿回来，腿靠拢，这么一句话。扶腿回来，腿靠拢，向谁靠拢呢？就向支撑腿靠拢。对，靠沿，靠沿，膝盖靠脚底下靠沿，连续走，好，靠沿，脚尖对脚窝，靠沿，姿势可以高一点，重点体会这个靠法，重点体会靠法，重点体会靠法，膝盖靠脚底下靠，做准确。膝盖靠，脚底靠，脚尖对脚窝，记住这个要领，来支配动作，好，主要要收法啊，靠沿，靠沿，你膝盖那个脚尖放哪儿了？那脚尖放哪儿了？你这得放的往前了，对，好，我回来，你这个吧。放太往前了，你看，把这扶腿拿起来，这个脚尖对着这儿，对着这儿，啊，往前看，想着做，找感觉，不要看，左脚拿太往前了，啊，看他这个动作吧，左脚拿太往前了，这靠沿嘛，你拿往前了以后就找不准体重了。重心你找不准了，你自己再看看别人，看咱别人咋做的啊？您的动作不太准确啊。想着做，抬头想着做，找感觉，膝盖靠，脚底靠，脚尖对脚窝，抬头你想看，找感觉，想着做，这个基本对了啊，你看他咋做的啊？这个对了啊。稍微给点力量，稍微给点力量，靠沿，靠沿，膝盖靠，脚底靠，别往前拿，别往前拿，靠沿了，回来，靠沿，往这儿来，往这儿来，靠沿，还有点往前，停，你看这个动作。你把着我的肩，这腿回来以后吧，你看膝盖靠了，这腿搁这儿呢，这么动作，是吧？你跑这儿来了，这就错了，记住没有？再滑一次来，再做一次，靠沿，左脚做对了，右脚行了，这个可以了，想着做，再来一次，再回来。好，基本对了，脚底靠沿，好，咱们容易犯的毛病嘛，光想膝盖靠了，这脚底位置不对了，这个容易犯的普遍犯的毛病，脚底下呢，靠上那个靠上了，膝盖又离开了，是吧？就是呢，要一心嘛，多用，人家说不是一心不能二用吗？咱还这一心就得多用，哪儿都得照顾到，这样滑起来呢，蹬啊收啊收扶腿啊都得想到，这就是能力，锻炼咱们的思维能力、反应能力。所以说这个轮滑，它的目的是干啥呢？就是健身嘛。健身它是三个方面呢，一个是我们的思想、思维、神经系统，一个是我们的身体的协调能力和功能有没有劲儿，
第三个是谈到技巧，这不是练的三个内容吗？所以别忘了我们这个神经去支配你动作，记忆神经的作用，这就是你反应能力快，这是我们轮滑的目的。直道滑行俯腿靠拢方法练习，主要是为了强化俯腿向支撑腿收回靠拢的准确位置，做到协调自然到位，提高综合能力，掌握正确的收腿方法。下面咱们学练扣弧停止法。扣弧停止法呢，在这个要想停止之前，是双条腿啊，双腿岔开，内刃支撑，重心落在两条腿上，然后呢用右腿前弓扣，把重心移到右腿上来，移到右腿上来以后呢，把这个力点放在后两个轮上，往下压，前弓扣，左腿呢做一个扶腿了，做一个扶腿的一个支撑腿呢，急速的来进行转弯，啊，它的要点就是呢，两腿岔开，内刃支撑，重心呢落在两条腿上，而后呢右腿呢开始前弓后，把重心移到右腿上来，移到右腿的后两个轮上来，左腿呢做一个辅助的支撑腿，急速的进行前弓后，进行转体，唰就扣住了。双腿支撑，右腿重心前移，夸扣这儿，右腿前扣，哎，你这就错了啊，你过来，你刚才做这个动作吧，原因就是你重心太往前了，把右腿呢放在两腿支撑上，把右腿前扣，左腿来扶住，重点放在右脚的后轮上，这就知道没？重心抬起来点啊，放在右腿上，再来再做一次。你这个太大了，来，你过来，你再做一次来，这个右脚往前弓扣，左脚的支撑，你这个分的这角度太大了，啊，这角度分的太大了，这脚两脚这样的，啊，这么扣下来，啊，这个脚在扣啊，这个脚在往前弓扣，右脚往前弓扣，这个好，这个对了啊，再做一次来，这个对，这可以啊，谢谢强，坐，转起来，对，前弓扣，好，稳定一点啊，注意这前弓扣，好，把这个手啊。放在身前呢，做一个平衡和保护的姿势，啊，不要太大。开始来，过来再做一次来。好，这两条腿吧，一开始插住，稳住了。看看盛元春做一次啊，他这个动作做的比较好一些。从那边滑过来，看看他的动作啊。往这边做，再做一次。啊。做好这两条腿支撑完了后，把重心往右腿上移，发一扣就行了，好吧？反复再练练。对，前弓扣。好。使用单括弧停止法停止的方法时，在中高速的滑行时，以支撑腿前弓内扣。重心后移到轮鞋后两轮转弧，改变直线滑行为小弧线滑行，使推进受阻而制动。前面呢，咱们练习了腿靠拢的方法。下面咱们再练习呢着地的方法。着地呢
它是接体重的一个动作，怎么能把体重接过来呢？就是你体重原来是在这个支撑腿上，在左腿上了，你怎么把它交换到右腿上来呢？这有一个着地的方法，着地位置啊。前面我们刚才练习的腿靠拢的时候吧，就是这个腿呢，扶腿呢要靠在支撑腿的脚窝这个位置上来进行着地的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具体在练习什么呢？着地的这是有三个动作，咱们先练第一个动作啊。第一个动作就是内刃着，这个内刃着地啊，它不是个规范动作，它只是呢初学当中的一个过程，就像我们学习似的哈，有小学，有中学和高中，都有上大学。咱们练习这个内刃着地吧，就是个小学阶段啊，是个初级阶段，它是个过渡阶段，过渡到平面完了再过渡外缘，这是个初级阶段，不是规范的，但是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呢，就是不可缺少的。你看你们现在刚一学会，那脚老是那儿站着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没有掌握这个平衡的机能和技巧啊。所以说我们在滑行当中呢，是初级阶段的时候呢，它有这个过程，一滑是老是那儿。下面我来做一下这个动作啊啊，虽然是那儿，但是它也是要必须得靠拢的啊。一二一二啊，这是初学当中一个内刃着地的一个过程，大家看清楚了没有？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，谁能把这个动作改得越快，过得越频率，哎，谁掌握的技巧越高啊，学习掌握动作越快啊，很自放松点啊，协调点滑行行了。你看现在他这一着地就是个内刃支撑啊，是个内刃支撑啊，是个内耳支撑，就是初级滑行阶段嘛，咱都得有这个阶段。当你们不会的时候啊，俩脚都是这样的啊，啊是个内耳。好嘞，啊，这不是我们追求的，但是是个过程。哎，好，但是脚也得靠上啊，虽然身体它是内耳，但是脚也必须得靠上，哎，靠上。哎，靠上，膝盖也必须得靠上啊。好，滑起来，看到没？它一着地是那样，这个支撑腿吧也不正确了啊，支撑腿这不内支撑了吗？这重心没过来，哎，它这个你看比较明显了，是吧？它也是刚学的啊，刚学，所以它你看立不起来嘛，这俩脚老是那样这么巴拉巴拉这么走，对吧？你看到没有？哎，你看。你看他这个动作就是初学这么一个过程，就是如何呢尽快的改进这个过程啊，缩短这个过程。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种呢，就是上下腿支撑用推弧蹬啊，就是很自然的向前它就滑进了，这个滑法呢这个也比较省劲儿。这种滑法啊比较省劲儿，是在什么时候应用呢？人比较多的情况下啊，不便于蹲下来做一些大的动作啊，速度不容易太快的情况下呢，你可以做这个动作啊，这样你做起来吧非常省劲儿，也照样能够先滑行，滑行也比较安全啊，蹬起来也比较舒服，看起来也比较潇洒，